调性三一，调性二九，调性二六，三节调性二十二个车，在瑞邦，瑞邦南四七零八四，瑞邦南听到，我是刚刚列车到南白十一年十月三十号，瑞邦瑞邦南六点五十九分，走来是进来是二零四四哦，坐零八车将北线号花莲，第二三内外型九辆编组很精彩。耶、yeah, ！我的 DR 三千一百型九辆面团自强，大碗熊自强，二零四次，在瑞邦，瑞邦在。直接你看欢迎这次去阳澳江北沿岸花莲树林八车江北。花莲。好，开启车门。阿达苏湖，飞机到。2044。然后奥特这一班是最多公司，最多一百。三千一百型九辆变速很最强啊！准备关闭车门。二零四次左零八车，我们有一个花莲的第二三千一百型大碗熊，九辆变速才能最强在瑞芳，二辆关闭车门。好，准备驶离。拜拜，再见了。我的二零四次在瑞芳站驶离了，停二十里，终点八车将北回线向花莲的 DR 三千一百型九辆变速箱即将在瑞芳站驶离，感谢再见了。好的，四七零八大车驶离，谢谢各位。